车，然后那个所谓的我们的红树林种了6000棵，所以这里种了36000棵的树。那这20000棵的树现在长成这个样子，好、哦、这个样子。那我人是这样的，我身高183哈、哦，那后面带的树大概都190了哈、哦。种这个树，种这些树哈、哦，大家活一棵，你知道这个会很感动，因为种到现在大概不到一年左右了，大概今年大概到10月是一年左右哦。那这是今年种的，今年我说风调比较雨顺嘛，哈、哦，所以啊就在这里种的，好，在这个区块，我们这个地方哈、哦，那这个地方种了20000棵，那大概生长情况是这样子，现在我们要看到这个区块这个地方，那前面这里，那这个地方比较靠近南朝口，我们等一下去的是北朝口，所以我们还要往北走，那这边这个地方呢，大概不到几个月，这个大概6月才变种的，到现在大概两个多月。书上上去看，他给他一个名字了，我给各位分享。书上好像写了个地名给他，叫做沙丘神，这是什么地？叫什么？好，那接下来要讲的这个部分呢，就是万台集团哦，其实那是就是在第二年的时候，他其实有派他的种植农业岗一起来种树。所以他们发现了说，哎，慈溪在那种树，那这个种树活动他们也想参加，所以他们来跟我们公园组这边洽谈这件事哈、哦。所以接下来在113到117哈、哦，决定在我们这里的第三年哈、哦，由他们来赡养哈、哦，就是来赞助，然后一直到我我只能把以南这边哈、哦，大概这边到主基地这边，大概他要种大概12万棵树在这个地方哈、哦，那接下来他要。在这个地方，好的。怎样？万海航运，哎，好。那 NBS 就是 Nature Based Solution， 就是自然解发。那这件事情有什么重要呢？其实我觉得，海岸种树不见得是瓦建的沙丘，好、哦、的特效药，或是唯一，哎、就是特效药，或是万灵丹。但是它绝对是我们现阶段国家公园可以做的所谓的自然解放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因为我从这件事情回头体会，我们在主基地里面做的是，包括我们现在在做林政基地的部分，其实都是在给环境增加韧性哈。那最后我觉得我给各位，这特别就是所谓的他们的红柏树林的部分，最后我给各位讲一下他们慈心基金会。慈溪基金会他们讲海岸种树的一个理念哦，他说如果这是以前种的，如果这是必须做，然后又没有人做，那就我们来做吧，哦，来作为今天最后的结束。那这个是以前哦，他们林务局时代种的木麻黄，那北门社大也有来种一些红树林哦。那但是问题是这个区块它维持得很好。那跟各位委员报告说。有些人说，那、啊、你种树哦，那个沙哦，根本根哦，它固不了那个固定沙或固沙，不是种树不是定沙，它是把沙维持在前缘。其实它沙搬移的作用是从东北季风跟西南季风在台湾海峡。